外星人吗？ We need to talk. 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证据。什么证据？ 小秋，我们曾经相爱过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你真的完美的存在我的回忆当中，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对你来说可能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再次碰到你。 总部说上海的专案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才安排我回来的。我根本不知道你在 GMF， 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不？你不是说你已经放下了吗？那为什么还怕见到我？心虚什么？小秋，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大家都已经 move on 了。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轨道，我希望你在自己的轨道上面继续往前进，你不要因为我都回来打乱你的生活。轨道？什么轨道啊？自从我认识你以后，我就只有一条轨道，就是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尽管这条轨道上枪林弹雨，但我依然勇敢前进。可是你呢，王沥川？你就是一个逃兵，你现在根本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王沥川。 你说的对，我承认，我就是一个逃兵。你根本认错人了，我根本不值得你爱我。我投降，我放弃。但是你不要纠缠这件事好吗？既然我们不得不相遇，那我们就做一对普普通通的朋友跟同事就好了。 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这不是退出，是逃避。沥川，你一定是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很多事情，可能我们不想说出来，但是眼睛是不会骗人的。 知道你固执，事事都想做得完美，但是人生不可能事事都如意。在你遇到困难、遇到挫折的时候，爱你的人希望能给你力量，这种力量并不软弱。所以你告诉我，我求求你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去面对，好不好？ 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也不需要你的力量，是你根本没有跟过去 say no， 是你自己不想往前走，你以为你爱我，但是并不是，是占有，是不甘心。占有，王沥川，你跟我说占有，我占有你什么呢？
我是占有了你的钱，还是你的车子，还是你的房子？是，我谢小秋什么都没有，可以说一无所有，但是我给了你王立川我所有的爱，在爱情面前我比你富有。你不要再坚持了好吗？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，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好吗？谢小秋，收获是吧？收获我有，这个就是收获。你不是说你不爱我了吗？你不爱我为什么还要留着他？你不爱我为什么还要留着他？你翻了我的名字，干嘛？这是在乎你的人会做出的事情吗？你要永远爱我，现在你反悔没关系，你尽管反悔好了，但是你要让我跟你一样告诉你王立川门都没有，我就要带着他，我要一直带，一直带，一直带到坟墓里。你干嘛？你给我！戒指掉了，这是爱你的人会做出的事情吗？你还有什么证据的话，就现在拿出来，我全部都给他丢掉。你王立川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感情？你还要毁了我的记忆？小秋，你清醒一点。我现在很清醒。爱像秋。我告诉你，树木结疤的地方，那也是树木最坚硬的地方，所以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被你摧毁。我们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怎么可能都没有了？你是不是以为烧掉了一座桥，对面就看不见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永远都在。现在我命令你，王立川，你立刻马上去把我的戒指找回来。No。王军，戒指了，你找不到，王立川，我告诉你，就死定了。值得一辈子去纪念，但时间魔法冲淡了遗憾。你要自己撑过明天，不要再眷恋。等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，我才能够放心走远。我和你数到三，就一起放手，情愿你恨我。你不知道我多难过，思念会成河。和你数到三，就一起放手。
着，别再笑着磨，让爱停在最美时候。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，当时间魔法冲淡了遗憾，你要自己撑过明天，不要再眷恋，等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，我才能够放心走远。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，情愿你恨我，你不知道我多难过。哎，我到处找你，你不来。Just leave me alone。周吉进黄道这么回事啊？啊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发泄出来，情绪就是要发泄出来的嘛，啊，请说对不对？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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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图纸我自己上去拿就可以了，啊，自己拿就可以了啊，你继续啊，发泄出来，你放心，我走，我走了。手别再守着。